DSC2015ICT P1A MC 第19题，呢一题咧啱啱少过一半考生答啱。题目就讲啦，阿 Mary 咧整咗个 HTML file， 即系用呢个格式啦 ，HTML 即系网页格式，佢就唔用 TXT，TXT 即系 plain text 啦，纯文字档案。咁啊，点解咧？咁啊，大家日常经验都用过 HTML 同 TXT 都知噶啦。咁啊，网页 HTML 即系图文并茂啊，有 hyperlink 啊，又有即系。video 啊、動畫啊，即係咩都有嘅 HTML、TXT 咧，齋文字啫，淨係 text 咁樣。咁呢個咧即係清水房純文字版，咁咧就當然內容咧就唔會咁多媒體，冇咁豐富。好，我哋逐個答案睇啦。一 TXT not cross platform， 咁佢好明顯咧，連事實都唔啱嘅。啊，點解咧？因為 TXT 基本上係 cross platform， 即係跨平台，基本上 Windows 啊、MacOS 啊或者 Linux 咧都 support 咧支援咧開到 TXT 檔案。而 HTML can store hyperlinks， 咁呢個就都正確啦，因為咧就 TXT 唔得噶嘛，啊，咁啊網頁格式咧就可以儲存 hyperlink， 咁咧即係幾方便啊，超連結，咁你撳一撳條 link 咧可以跳去另一個 document。咁啊三 HTML 咧就可以 play video， 咁好明顯都啱啦，因為你可以直接即係 embed 啲 video 啦喺個網頁度。所以答案咧就 two and three only，C for can。